看手机，头晕是怎么回事？第一是持续的低头位导致颈肌神经和椎动脉受压，出现脑部供血不足而头晕。近年来，颈椎病导致的头晕越来越多见，很多人由于长时间低头，保持一个姿势看书或者玩手机，而导致颈椎椎管狭窄、压迫椎动脉，阻断了椎动脉血流，引起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而发生头晕。还有一种说法是由于颈部肌肉持续受累、痉挛、收缩，导致血流循环障碍，游离出乳酸等炎性的致病因子，而出现头晕。第二种情况，长期看手机，眼睛专注于部分动感极强的游戏画面，而发生晕眩。有的人除了头晕之外，眩晕的症状更加明显，发作起来自觉天旋地转。这种症状多为内耳疾病，是由于内耳迷路或前庭神经的病变引起的。